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沙田豪宅 Sammy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相当罕有的放盘，是一个连有特大花园的独立屋。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这个实用面积超过2500呎的两层屋，总共是三房三套的。我们可以看到客厅摆了三套巨型的梳化，地方依然是非常阔落。一起来看看这个厨房，除了够大之外，它亦都很多窗的，光线是非常充足的。獨立屋裏面呢，業主已經做好了這個酒窖的，那如果要招呼親戚朋友都絕對沒問題。上層的主人套房地方闊落，而且光線充足。主人套房的浴室亦都是非常之咁阔落噶。这间独立屋业主都花了不少心思的，所以都有很多储物的空间的。这间独立屋除了是很罕有的两层积之外，我相信你找得独立屋自然就是想要一个特大的花园的。现在带大家看看。今日介绍完呢间独立屋，唔知你又有冇兴趣呢？如果你有咩疑问嘅，欢迎你随时联络我噶。多谢晒你，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